嘉义市第十一届市长重新选举候选人电视公办政见发表会开始，现在请主持人嘉义市选举委员会陈俊南委员致辞。各位候选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今仔日是嘉义市第十一届市长中型选举候选人电视公办政见发表会。声明各位伫百忙当中拨时间观看各位候选人的政见发表，同时各位候选人嘛亲自出席发表政见。本人代表嘉义市选举委员会向各位表示感谢。首先我来介绍嘉义市选举委员会潘清水委员，监察小组蔡明君委员，杨胜虎委员。民主政治君子之争，希望今仔日各位候选人把握政见发表的机会，提出争取选民认同支持的政见。最后再次提醒各位乡亲，本次嘉义市第十一届市长中型选举的时间定伫12月18日礼拜日。12月18日礼拜日，会知啊8点至下晡4点10止投票，请各位一定要拨出时间，在你的身份证、伊呐个投票通知单，去到指定的投票所投票，千万毋通放弃家己神圣的一票。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报告候选人应行注意事项：一、候选人是根据所抽定之先后顺序轮流上台发表政见，不得由他人替代或以录音、录影政见请求代播。如轮到发表政见时，经唱名三次仍未上台发表政见者，应以弃权论，不得请求补讲。二、今天的政见发表会是采二轮方式发表政见，候选人依照抽定之发言先后顺序，每位候选人每一轮发表政见时间为12分钟。两轮共计24分钟，每轮时间之计算由主持人宣布候选人开始发表政见后，即按铃一短声表示开始。时间届满前2分钟时，即第10分钟按铃一短声示意，请候选人准备结束发言。至12分钟时间届满，即按铃两长声。此时候选人应即结束发言。如仍不停止发言时，主持人应予制止，并关闭扩音器电源，不予播出。三、候选人进入政见发表位置后，如沉默拒不发言，主持人应于1分钟后催请其发表政见。催请1分钟后，如仍不发言，主持人应即指示计时人员按铃一短声，并当众宣告该发表政见之候选人已计时开始。四、候选人发表政见时，以使用国语或本省地方语言为原则，不得使用外国语言。五、候选人发表政见时，要保持良好风度，不得有下列言论：一、煽惑他人犯内乱罪或外患罪；二、煽惑他人以暴动破坏社会秩序；三、触犯其他刑事法律规定之罪。以上报告完毕。现在请发言顺序第一位候选人留在现场等候，那其余候选人请先行离席至休息区，工作人员请就位。
现在咱先进行候选人第一轮的政见发表，请发言顺序第一位候选人李俊烈先生上台发表。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市长候选人登记第二号李俊烈。今日咱有五位候选人坐伫遮，阮有共同共款的所在，嘛有无共款的所在。共款的所在就是阮真热爱咱这块嘉义这块土地，我嘛希望嘉义变较好。无共款的所在，是因为阮的经历无同，阮的过去无同，阮看问题的角度嘛无同。啊，因为安尼，咱会产生无共款解决嘉义问题的方法。啊，因为这个方法会抵输掉咱嘉义发展未来的无共款。所以今日五位候选人，不管啥物人会调哦，到尾啊，拢会影响到嘉义市的发展。啊，我先介绍我个人。我过去伫嘉义市做过副市长，我做过嘉义市的立委，啊，我嘛做过中央啊，全序部的政务次长，总统府的副秘书长。所以我中央地方民代政务官的经历拢有，这对地主我吼来看问题，我会较全面来看问题，特别是伫全国性，咱要来解决这个问题，甲其他的县市比较，咱的问题出伫对。嘉义市咱来看吼，其实嘉义市即几冬的发展有较慢去，特别是我伫总统府的时候，看到各县市进步真紧，嘉义市相对就较慢。咱就人口来讲。咱四十当前，甲咱做伙升级升得起，即马人口已经45万人，嘉义市啊26万2000人，吼、哦，咱人口对人袂着，啊，这个原因是啥物？第二，咱就经济来讲，过去嘉义市就是嘉南平原的消费中心，但是即几冬来，咱注意来看，咱嘉义市的消费能力直直降低落，而且大家各自发展，人无需要搁入来你嘉义市消费。安尼的情形之下，咱要来面对这个问题，要咱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市场。嘉义市的问题，即摆有啥物呢？嘉义市的问题即摆真多。啊，咱来看，第一项，咱感觉讲嘉义市经济进步慢，这就是咱的问题。过去嘉义市是嘉南平原的消费中心，但是即几冬来，咱的税收直直减，咱的经济发展嘛无好，所以予《远见》杂志伫今年五月评定讲。嘉义的经济甲就业是全国最后一名，这是过去毋捌发生的。好、哦、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大问题，经济发展迟滞变成嘉义市的重大问题。第二项问题是啥？第二项问题就是咱的年轻人不断流失。年轻人为什么会不断流失？其实问题很简单，就在我们的工作不易，寻找工作的机会不大，因为工课歹找，所以咱少年人直直流失。啊，这嘛不是我凊彩讲讲，这是实际数字。咱这四冬流失5000几人，其中4735个是咱20岁到39岁少年人。是安怎？因为遮歹找头路，因伫嘉义哦，感觉讲我无未来，所以就纷纷离开嘉义市。这是咱嘉义人无法度接受的事实。但是咱来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这才是重点。啊、所以就经济来讲，就人口来讲，咱有经济发展迟滞的问题。第二，咱有少年找无头路的问题，咱拄仔已经讲啊足清楚啊。第三，少年的流失，咱的老人无人照顾。嘉义市拢总有65岁以上的，拢总有45000几个，但是咱的照护人力只有1200位。咱的长照中心、咱的照护点、咱的老人食堂，严重的质跟量都不足。咱完全靠的是中央的补助，嘉义市政府无做到半项，所以这个问题就产生咱的老人无人照顾。啊，佫重要的就是规个都市无未来，规个都市的生活机能不好。咱包括交通的问题，咱包括饮水的问题，这些问题拢无解决。所以面对这些问题，要怎解决问题，这是一个市长上应该爱做的代志。面对问题，解决问题，问题盖住不会自动解决。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态度，所以李俊烈在这要给大家承诺，也要给大家提出来，咱所谓三心二箭来解决嘉义市的问题。第一个，
是软心，也就是我们最近常常在讨论，这时也引起大家，咱家一起大家拢在讨论这样代志，讲咱要补助65岁以上的长辈，咱要替伊装假喙齿。我拄仔讲过啊，65岁以上的长辈，家一起有45,000人，全国已经有13个县市做这项代志，补助食药。这我提出来了，吼、哦，啊，市长讲，伊无要对，吼、哦，伊讲有困难。但是直直讲，直直讲，市民直直反映，直直反映，吼、哦，啊，伫两礼拜前，咱议会嘛提出质询，咱的议员问伊讲，老人族装假牙要不要来补助？吼、哦，咱市长的回答是讲，我们来努力看看，但是中央有限制，中央有限制是叫做主计处的预警制度。避免你社会福利发挥太多，那最重要是你的财政收入不能比财政支出 还少、哦啊、所以这个问题是这样，不是说中央没要让你补助假喙齿，不然13个县市要怎么走、用这个比例来看，我们拿隔壁的嘉义县，嘉义县在这4年内做了，他们的65岁以上的人口有105,000人，来申请假牙的总共有15,000人，所以他们利用4年的时间，花费了4亿元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嘉义市为什么做不到？咱嘉义市财政状况不比人较歹，嘉义市先啊做袂到，高雄会做，嘉义县会做，台南会做，先啊嘉义市做袂到。所以补助长辈装假牙，让他们有一个健康的口腔，不会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事情。那第二个要做的事情叫做。用心，用心就是什么？我们要补助75岁以上的长辈健康检查，每年10,000元，健康检查10,000元，这是哪？这不是计较钱的问题。老人最重要的就是身体健康，从老人医学、预防医学的角度来看，都必须要有事先完整的健康检查，他才知道从哪里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老人，我们75岁以上的长辈，我们要补助每年10,000元的健康检查。那这个部分啊，其实嘉义市75岁以上的老人总共有17,000人，如果每年补助10,000元，计算起来也是1,700,000,000，嘉义市的财政足以负担。所以这个是做跟不做的问题，有心的人找方法，无心的人找借口。黄敏惠不做，李俊毅来做。第三个我们要跟大家报告的是，我们还要解决年轻人负担的问题。我们生育补助要提高到20,000元，我们现在的生育补助是8,000元，是全国最低的。当我们提出质疑以后，市政府的回答是我们还有营养金，但是很抱歉，全国各县市都有营养金，所以补助8,000元有造成财政的负担非常严重吗？我跟大家报告，去年嘉义市的新生儿总共只有1,200位，如果补助20,000元，总共是2,400万，那嘉义市政府的财政做不到吗？所以社会福利的问题，包括我们刚刚提出的65岁以上补助他的假牙，75岁以上的补助健康检查10,000元，生育补助我们提高到20,000元，不要在全国最低的8,000元，这些问题都是关系着民众生活。那减轻民众的负担，这个就是应该要做的，因为嘉义市的财政就应该用在嘉义市民的身上，而不是花在一天到晚办活动，然后活动一天到晚都在用公关行销费用。所以最重要的是解决人民的需求。为什么我提出了这几个政策，黄敏惠市长13年来都没有考虑，都没有帮人民想一想，都不愿意做。所以我告诉大家，黄敏惠不做，李俊毅来做。这些问题我们要面对的是，如果这些问题可以解决，至少可以解决我们这些民众的负担，那这样的方法我们才有个办法更有效的来统筹我们的经费要用在哪里，三心、哦、这个才有办法解决真正民众的需求。那黄敏惠市长讲了说，这个会造成财政负担，这个主计处有限制。我跟大家报告，主计处限制的是财政收入哦、不能比财政支出多、哦、所以这个部分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其实嘉义市政府去年就开始出现财政赤字了，这个黄敏惠市长都没有告诉大家。
所以今天真正的问题是三心二箭怎么来解决问题。二箭的部分我们等一下会一一的跟大家报告，包括我们的交通政策，包括我们的医疗政策，我们的产业政策如何来解决嘉义市的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们要重申一遍，我们要重申一遍，就是第一个，市长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什么？就是民众面对的问题，市长要帮大家解决问题。市长的第二个目标是要指出明确我们发展的方向，未来嘉义市要怎么发展。这几年来我们只听到，我们要2005年我们听到的是我们要变成台湾的京都，那京都在哪里？2018年我们听到的是我们要变成西部的新都心，但是我们的税收减少，我们的经济就业发展是全国最后一名，我们怎么变成台湾的新都心？所以要有方向，要有方法，那要面对问题，不是把问题盖住，问题就会自己解决，这才是做市长最重要的事情。那嘉义市现在面临严重的问题，我们需要有专业的市长。那从过去我跟大家报告的经验，我是一个非常有政策能力，我在中央地方都非常熟悉，我对嘉义的状况，我长期以来住在嘉义市，对嘉义的状况非常了解，如何解决民众真正的需求，解决民众真正的问题，这才是做市长应该要做的。所以在这里我跟大家报告三星二箭，所谓的三星，第一个是软心，补助65岁以上的老年人装假牙，第二个是我们补助75岁以上的人健康检查每年10000元，第三个是我们的生育补助一胎提升到20000元，这些都是做得到的事情，为什么嘉义市长不做？而嘉义市长黄明慧市长不是做一年，不是做两年，他已经做13年了。黄明慧不做，李君毅来做，这些问题都具体算给大家听，告诉大家问题在哪里，真正解决问题，我们才能够做到如何帮嘉义市民来谋福利。所以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三心二箭，我们等一下会继续提出医疗政策、交通政策，还有我们的产业政策，这个也是嘉义市现在面对的问题。我们的产业政策现在面对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以服务业为主，但是服务业一碰到疫情，或是一碰到人口流失，我们受到很大的限制。那嘉义市要如何想办法？请大家等一下看第二轮。所以告诉大家，一个市长必须面对解决问题，而不是把问题盖住，只告诉大家我得第一名，但是你的问题通通没有解决。谢谢。请发言顺序第二位候选人陈泰山先生上台发言。各位长官，各位嘉义市的市民，我是陈泰山，市长候选人第三号。我今日来报告我的政见，吼、哦，人问讲啊，陈泰山，啊，你选市长要创啥？我讲我选市长要救台湾。啊，你要哪救？啊，救台湾的人，啊，你要哪救？我较早做兽医，做狗仔医生，做40多年啊，我救狗啊，救猫啊，救鸟啊，救猪啊，救牛，做农委会主任兽医师。屠宰兽医师主任去台北市做兽医师工会常务监事，但是吼，我即马过去读册，读战略研究所，为76年读到即马，即两天还阁考博士尔，吼，还袂放榜，可能投票进前3天放榜，我若着，阁挂一个博士生，吼，我甲报告，你要哪救？我当选，我做市长。我要解决的第一问题，就是贫富差距足侪啦，好起来有资产的足好起来啦，啊，赚的嘛足赚的，足歹赚的啦，所以市政府有钱，
我要做的就是把合法的、合法的，我做得到的，把钱发落做善的，来救这善的，无这善的要哪过？吼、哦，因为一个家庭若无钱，家庭不安全；社会若无钱，社会不安全；国家若无钱，国家不安全。牵扯到家庭安全、社会安全、国家安全，所以我做市长，能力够，救我这三个，唔是讲甲补食个啊！伊生活上问题一大堆啦，人破病倒伫门床啊，无人医、无人顾啊！我做市长，无人顾个，我市政府去，流浪动物无人去，市政府去。这拢个市长来讲，按、无做市长要创啥？你就是要救这无人爱的动物，这无人爱的人，啊！你做市长，甲先个担，先个饲，吼，吼、哦，这第一点我要做的，吼、哦。啊，怎么过来？我的政见内底上个重要，就是讲，陈泰山主持，吼、哦，台湾独立，吼、哦。证明主权路人，吼、哦！台湾的国家安全一定要台湾独立，吼、哦！台湾的，吼、哦！总体战略，台湾国家总体战略的终身思想，都是台湾独立，证明主权路人，抗中保台。因为我去读册读来，我看有诶做工诶，我无去读册，我唔知影，吼、哦！这是台湾的活路，这是台湾的河路了。吼、哦，你唔通家己目睭乌咩？唔知路在乌白撞，乌头苍蝇乌白撞。台湾独立才是正路。啊，你要哪独立？用嘴讲的哦，用嘴巴乱讲哦。你就是政治外交战略，安怎交日本、交美国、韩国自由民主核心价值的理念？同款的国家，外政治外交去合起来，然后来对抗中国大陆共产党。啊，你讲啊，共产党是咱的人呢？喂，中国大陆是咱的人呢？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呢？吼、哦，孔子讲，孔子讲的孟子讲义呢？包公做啊，光正人民呢？甲徽宗中报国呢？天龙是咱的人呢？同源同相同文化血统，同样同款的，所以讲。但是你就讲心理战略，吼、哦，怎讲先啊？共产党是共产党，中国人是中国人，迄是无共款的。你莫甲中国人、共产党的这堆人当作是中国人啊！因为是地狱道、中五鬼道、七宗道来的呢，按是安怎来？根本毛泽东是一尾毒蛇，啊，抢到这个老蒋的江山。哦，啊！你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无得啊，比你共产党的统一较好。共产党的啥物文化大革命啊，讲一寡鬼啊话，善因拢来电鬼话啦，吼、哦，震动灌水，见缝插针，见缝插针啦。哦，啊，讲个莫总讲个啥物话，吼、哦，除小王八多啦，庙小，吼、哦，庙小也放大，讲讲只根本拢鬼啊话，对不对？啊，毋是鬼啊，无啥物，所以讲。台湾要独立，台湾独立这路，共产党诶，毛泽东，毛泽东伊也毋敢讲是中华人民共和中华国诶国父，伊也毋敢讲伊，吼、哦，他咧拜孙中山，迄江山是抢咧，你怎啊毛习近平要搁行，吼、哦，习近平要行毛泽东诶路线，要搁抢人食人，南海伊诶台湾大海，台湾等待南海大海台湾拢中意。即马在世界局势是美中美关系，美国领导权。即马中国想要讲个抢美国的世界领导权，中美抗争斗争冲突，美国是战略模糊，转向成战略清晰嘞。啊你根本你习近平是啥物？习近平唔敢拍台湾，是讲伊不爱拍嘞。我即个科普处理，我甲科普迄。考试甲我甲教授讲，习近平唔敢拍台湾啦，台湾大陆做迄船啦、飞机啦、大炮一大堆啦，迄品质拢歹个。我讲一台无良个
如龙啊，计程车几啊百台，较输一台劳斯莱斯的了。你干哪要喊人拍？你拍下美国，演到搞到个太空站，大家拢输去。啊，无啥啦，佩洛西来台湾，哦，啊，你要讲要讲做跟前了，要讲喷火了，咱用电子战的拍者，你叫袂着，输伊啊！啊，这哦，大陆输伊啊，电子战输伊啊！啊，即卖讲，就是迄个大陆个什么火炮军。啊！美国甲公布，人造卫星甲照出来，根本你电子战拢输个输两摆。你即马你敢想了反防空母舰、防空母舰、辽宁舰、福建舰、山东舰，我这我无讲一句好在，破铜烂铁才是中共个啦，吓死人个啦，免惊个啦。台湾人头脑足巧，台湾人足敖个，还是大陆过来只国民党个后代，敢要等于看讲因大陆。好、哦，啊，要等于，所以讲，卖讲别人啊，我不爱跟批评啊。咱讲讲，读册人讲读册话啊，好、哦。所以讲，台湾独立，好、哦，我讲的，就是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就是一股恩德过，就讲长照了，囡仔长照，啊那个公共托婴啊。学校囡仔大声音拢爱照顾，照顾老，照顾小啦。到大同林大同边一句话啊，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啊。啊，就是这老的啊，这无长脚长手的残障的，你就是做市长拢甲打叉起来医啦。啊，市长有钱拢甲做啦，啊要做，啊无我死去迄落，我巧我去连龙乡我有做啊，对不对？我74岁啊，搁还能选。立法院市长才到第三摆个啊，吼、哦！你真正做一寡功德啊，吼、哦！人讲一命二运三风水，第四着做阴德，第五甲读册啦。啊，你着在做好啊，吼、哦！啊，我拢讲了，吼、哦，就讲公共长照有无啊？照顾老啊，照顾小社吼，啊，卖好个才好社，这吼，卖讲大家讲共同富裕啦，咱毋是啊，咱。把家庭过好，把社会过好，救台湾，救台湾就一条生路，证明祖先女人抗中保台。过来讲台湾做一个市长，你是要安怎做？你安怎做好？因较早有咧讲的，讲我看报纸，你讲啥物？家己市的无国土规划啦，安怎？好、哦，这点我讲起来讲啊，因为。有些土地有重划，就拢变好个人。啊，你即马嘉义市个足济工业用地要变做住宅区，迄利益庞大足济啦，吼、哦！迄农地变价利益嘛足大个，啊，工业区变做住宅区嘛利益足大个，吼、哦！人迄做13栋个黄敏惠市长足内行个啦，忙到足熟个，你要做，你要人不是唔知啦，啊，利益很庞大啦，啊，利益很庞大，你嘛解决，根本就在协调，啊，无何你工业区，中国组长，中国组长的，啊，我工业区，你建地分一半给政府啊，啊，一半给你利益啊，拢总你分到70几%，啊，你农地分45%来，政府要分55%呢，你已经就足好康的啦，拢。农地变建就好起来了，搁有啥物北港路两边要啥物要定位，人倒咧困倒咧笑，家己咧算25000票啊，吼、哦！啊你要家己市要开发的所在足济啊，要人足艰苦的足济啦，土地等要开发的足济啦，因为遐牵涉利益关系足复杂的啊。牵涉利益足复杂，我陈泰山来做啦，吼、哦，我陈泰山来做，协调，要建建地啥，一人一半，政府一半，我政府够钱，哪来救这山的？啊，无救这山用嘴讲的，你无钱，维护人的分家几个，对不对？你真正有开源，你土地我给你垫，你一半还我政府，吼、哦，你卖分到70几%，吼、哦。你农地变建地，还阁分40几%，政府还分55%呢。啊，你这利益，予政府会当救这山呢？吼、哦，什么做节制庶人之本，
三民主义讲，发达国家资本，发达发展市政资本，啊，你私人变得遮好个，这为土地利益变更加好个，全差足济了。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了，观自在菩萨，吼、哦。行经般若波罗多少，讲讲解讲多解苦，下里做学不空空，又不是学学在是空空在是修行行者，犹如是下里做一处啊空中，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净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者，无眼耳鼻舌身，无色色法味触啊，无眼界，无意识界，无无明啊，无未净，乃至无漏水啊，无漏水净，无垢就得无地啊，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达到，以菩提佛告诉心无挂碍，无挂。请发言顺序第三位郑凯生先生上台发言。现场的各位委员以及主持人，还有各位工作人员，还有正在电视机前收看政见发表会、关心嘉义市的乡亲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嘉义市第十一届市长候选人。五号郑凯生，凯生是嘉义市西区福前里土生土长的番仔沟子弟，也曾是北漂的嘉义青年，新竹科学园区的科技宅男。以前是回放假的时候回嘉义探望父母，后来因父母健康因素而返乡定居，发现嘉义与新竹虽然同时升格为省辖市，但城市发展有巨大落差。从前凯生跟乡亲们一样，一边担心着嘉义的未来，一边傻傻地将期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但期望总是变成失望。政客们浪费的却是我们的现在。这场选举是一场平民与权贵之战，凯生没有从政的上一代，也没有达官显贵为我站台，但是我有很多嘉义的乡亲父老给我鼓励，要为嘉义市民认真打拼。凯生是基层出身的嘉义青年，临时决定参选，资源、声势都难与当权政府蓝绿对手匹敌。这场选战对凯生和支持者来说都相当艰难。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脱党参选，何必同室操戈？试问，如果当权者真的英明神武，能做到国泰民安，谁会起义反抗？小市民的心声很难上传天听，凯生希望可以打破高墙禁锢，重现民主圣地的荣耀。无党无派的凯生只有市民朋友们做靠山，只要是对嘉义市民有益的政策，凯生都会采纳并实行，不会因为政党派系或私人利益优先考量而牺牲广大市民的权利跟福祉。前任市长该做而没做的市政基础建设，凯生也将一一执行，不再耽误嘉义市发展的脚步。凯生的参选政策如下：一、65岁以上嘉义市民健保优惠补助。嘉义市65岁以上有46000多人。虽然嘉义市不是直辖市，但嘉义市民绝不是次等公民，幸福城市不能沦为口号。嘉义市民不应该再过伪幸福的日子，嘉义人值得过好日子。直辖市能提供给市民的福利政策，凯生将全力争取最大优惠，朝免费方向实施。二、嘉义市中小学生营养午餐优惠补助。嘉义市中小学生学生人口约24000多人，生容易，活容易，但生活不容易。后疫情时期，嘉义市的经济正急需复苏。市政府除了要想办法为市民开源以外，也要帮家长们节流。在全国22县市中，有9个县市是免费校园营养午餐。如此福利政策能确实减轻市民们的育儿负担，但提供免费校园营养午餐的县市虽是德政，却无法让人人满意。
毕竟免费午餐并不等同餐费无上限，当面临食材涨价而经费不足情况，却又不敢向家长们收取费用，只会让原本的美意瞬间走样，让有能力的家长付费加上政府补助分担开销，学生们会更懂得珍惜盘中餐，全额补助能可用在低收入户及无力缴费者，如此更能发挥帮助效益。三、释出嘉义市闲置空间，提供嘉义市有立案登记的社会团体组织申请使用，并整合资源，广设老人与小孩合体共生，成立有像家的感觉之看护养育中心。嘉义市目前有多处闲置空间及土地资源可以规划利用，欢迎嘉义市各界团体组织踊跃提案申请使用。嘉义市目前70岁以上长者约3万人，4岁以下儿童8561人。研究显示，社会互动能帮助减少老人孤独感、智力衰退、高血压和疾病与死亡的风险。跨世代的交流更可以吸引老年人，使他们更愿意说话和露出笑容。对于儿童而言，与长辈相处也已被证实能促进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四、协助青年返乡创业，辅导发展文创产业，并邀请网络媒体及科技产业来家设立软体科学园区，将都市年轻化，增盖国宅，协助超低价购房自产，让嘉义子弟能安居就业。嘉义市20岁到65岁市民有169000多人。据统计，自2018年12月至今，嘉义市人口大量流失，且都以青壮年龄层居多。嘉义市人口流失反映在议员席次，原24席。2018年6月底，人口数未达户籍人口基准的27万人，导致东区议员减少1席，成为23席。嘉义市总人口数若持续减少至256000人以下，议员将再减少1席。嘉义市因处于地震频繁的地震带，不适合发展晶圆、半导体、封装产业的科学园区，但是软体设计研发中心及各式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都很适合在此发展，因为嘉义市的食、衣、住、行、娱乐、生活消费都很物美价廉、经济实惠，欢迎各式文化创意设计者与网络媒体创作者来嘉义市成立工作室，在嘉义市多元文化熏陶之中，创意及灵感肯定源源不绝。希望青年返乡创业或就业，由嘉义市政府增盖国宅，协助超低价购房，让嘉义子弟安心在嘉义市成家立业，定居嘉义。五、将嘉义市众多公园改造成各式主题公园，结合本市各式协会产业，定期举办特色文化展、全市假日市集，将嘉义市打造成全国消费购物天堂。嘉义市最有名的，除了火鸡肉饭、砂锅鱼头以外，就是公园林立，整个嘉义市变成一座嘉义市都会公园。台湾本岛面积最小的嘉义市，在方圆60平方公里内，坐拥至少35座公园，是全台湾公园密度最高的城市。但是千篇一律，除了各个公园的名称、面积大小不同，其余都相似雷同，因此将各个公园设计成主题公园，与嘉义市各民间团体组织合作，例如药用植物园、香草公园、极限运动公园、飞盘公园、敬老公园、儿童公园、宠物公园、流浪动物保护公园、原住民文化公园、新住民文化公园、客家文化公园、闽南文化公园、街头舞蹈表演公园、音乐欣赏公园、咖啡与茶艺公园等等，欢迎嘉义市各界团体组织踊跃提案申请认养公园，如此可增加各个公园的特色及提升使用率，也可降低市政府对公园管理费用的财政负担。云林以南、台南以北，就只有嘉义市有数家大型连锁百货公司群聚在此，但是嘉义市的经济问题长期以来却无法获得改善，年轻人外流
高龄化的嘉义市，市民们要的不是只有公园，市民们希望嘉义市转型成为云家家的消费商业重镇新都心，经济起飞，青年回归，让身为嘉义市的市民们感到真幸福而骄傲。六，水沟疏浚清淤，严防淹水，道路交通重新规划设计，改善市区停车问题，促进商圈发展。本市排水沟臭味难闻，影响市民健康，将尽速处理，并时常维护 排水畅通。这是历任市长每位都该做的，但近来常有市民反映做得并不够，依然恶臭难闻，下大雨仍然淹水。2020年，嘉义市政府1.6亿重金打造的中山公园滑草场及溜滑梯，地底下还有抗淹水储水系统，关键时刻可以储存800吨地表径流水，可有效降低周边道路的积水率。然而，2022年8月4日一场大雨，却造成嘉义市东区大淹水。虽然防淹水的巨资工程抵抗不了下大雨造成淹水，但重金打造的滑草场及溜滑梯确实带给不少市民欢乐时光。建设公共工程的民脂民膏不是大风吹来的，倒是很像被大风刮走的。嘉义市目前17条限制性道路规定3轮以上车辆单向通行，机踏车双向通行，虽然给骑士方便，却衍生汽车逆向误闯、大小车辆停车挡住店家出入口等乱象。凯生当选后将取消单行道，并把限制性道路改回双向道，恢复双向双边采买文化，有利于道路两侧商家生意发展。吴凤南路至垂杨路起至世贤路段，道路两旁的快慢车道分隔岛及路树影响交通安全，视线不佳，停车不便，并妨碍路旁商家店面营业，多年来造成多起交通事故。凯生当选后将取消分隔岛，道路重新设计。嘉义市还有许多道路，如忠孝路、垂杨路、博爱路，车道设计不良，以及本市经常发生车祸事故路段，都将列入检讨，重新规划设计。目前嘉义市区停车问题是各商圈经营的瓶颈，如何解决这些难题，增加来客率，提升嘉义市商业经济效益，是凯生当选之后最重要的任务。我是嘉义市第11届市长参选人5号郑凯生。请发言顺序第4位候选人黄敏惠女士上台发言。主持人，咱的选举委员、监察委员，各位工作小组，大家辛苦。还有在电视机前面的我们亲爱的乡亲，咱的所有市民朋友、所有少年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今仔日是咱政见发表会，在政见发表会的同时，敏惠非常感谢大家。希望的城市、进步的家己、幸福的家己，在大家做伙打拼当中，能看到咱的未来。
其实四年前，我看到当时大家感受到嘉义咱的经济，真正是一个真令人烦恼的所在。所以迄阵姐姐得到乡亲的支持，咱站出来，带着满满的热情，用咱的心，也感谢咱乡亲，予免费有这个机会。就是有这个机会，我一上任的时候就告诉我的同仁、市府团队，我们要打造一个有温度的战斗团队。我是带着乡亲满满的期待来到市政府，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要共同努力。所以就是因为我们承担了市民的期待，所以我们要把城市的治理要不断的超越。所以在这一段期间，哪怕遇到了疫情，我们都是充满了团结努力，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不断的挑战，只会让我们更用心、更努力的往前走。所以，辖区的砥砺再超越。四年前因为经济萧条，所以有姐姐乡亲看到咱家己经济的问题，我们提出了拼经济，你还记得吗？就是因为拼经济。咱知影，家己只有咱做伙，大家拍拼，咱才有好的未来。所以提出以家己区作为中心，以嘉义市为中心，30分钟的车程，五十公里为半径，第50公里的半径当中，就是对南彰化到北台南，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不断的提升。我们要打造嘉义市的定位，就是台湾新都心。我们把这一个200万人口的消费休闲的消费新都心打造起来，所以我们提出了全民共享世代宜居，就是要让世世代代好徛起，大大小小拢喜欢。咱伫这家只有认真拍拼，咱的定位若对，咱的方向对，咱就会当勇敢向前行。过来，就是因为安尼，咱大家人的用心，才看到。这几人来，咱的团结，伫市政团队的规划，咱的乡亲的支持，大家人拍拼，咱甲看卖。接近四年，虽然拄着疫情来重创的经济，但是咱的盈利事业销售额不断的创新高。我们再看到对过去的谷底，然后变成一个新高峰，所以来去两个有相差了差不多800亿。所以这些成果拢是咱的雄心，看到咱的危机，大家人做伙来打拼。真的感谢乡亲，有你的支持，有你的肯定，再让我们看到嘉义市。我们城市民调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很多的包括媒体杂志，大家用最公平公正的方式来做评比。我们努力做了，所以呢，能包括管区政府的民调，咱拢对过去的吊车尾变作火车头，咱对台湾尾冲到台湾头，所以在一处看到嘉义市的能见度被看到了，这样的能见度让我每一个人深深以嘉义为荣，繁荣经济繁荣起来了。我们的光荣感回来了，整个人整个市民，我以嘉义为骄傲，我嘉义我骄傲，就在每一个乡亲里面，我们共同努力，咱共同打拼，所以满满的热情，予咱向前行。所以想到这里，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所以咱是凭什么会当做？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嘉义区正是一个幸福城市。我们有五大幸福的进行式，经济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根本，但是背后基础爱有咱建设做基础。所以咱看到经济大，咱的经济大进步，咱的建设跨大步。所以大进步跨大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潮的抢抢棍，人潮抢抢棍，商机来了，自然而然，我们更要在这里让全龄都好生活，就是老老少少各个年龄层不同的族群，伫遮拢是爱好生活，同时嘛，因为有商机，有大家好生活，老小都照顾到，年轻人回来看准了更有机会，所以这个时阵都是少年人。回家长时间，所以咱讲经济大进步，建设行大步，
人潮抢抢棍，然后全民新生活，然后很重要的年轻人回家等时间。安怎经济大进步呢？我伫遮甲大家报告，咱甲看卖，拄着疫情，我们真的不断的努力，所以我们全力在疫情当中，去年三级警戒，我们全力振兴经济，我们在不举债之下，因为我们从真的过去努力节能，我们开源节流之下，我们不举债能够普发消费现金2000元。这2000元是要振兴经济，也很感谢，这是我们台湾本岛唯一一个社区可以普发消费现金。我们的乡亲，大家人拿出来买，帮忙我们的店家，帮忙我们的商业，大家人又发展。你敢知道，在三级警戒的时候，免费看到很多人，真的，我那时候心里只想到说，要关店很紧，但是要开店很困难。所以三级警戒在那时候，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之下，看到我们必须要想尽办法。所以在市政团队完整在规划当中，我们真的这个时候，老天爷也是我们平时能讲好天爱接牛啊，就是我们要在好天爱接牛来牛哦，我想这就是我们要在下雨天的时候我们要储备，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刻呢，我们很认真努力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普化消费现金。也因此我们在这几年个人所支配所得马连续三档创历史的新高，还超越过台南跟高雄，我们更是招商引资屡创佳绩。你也知道，知名的品牌在继 Costco 进来以后，现在知名品牌不断的进驻嘉义，连 IKEA 他们现在也要听说也来嘉义要插旗了，所以这都是我们市民共同努力，这是经济大进步。咱的建设要走大步，咱的建设是咱的真济基础。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无法度甲大家讲真济。但是咱来看，咱的污水下水道、雨水下水道、重大连外桥梁、华兴桥、咱的罗山桥，拢已经完成啊，通车。光辉桥嘛在改建当中，建国二村、复兴新村、市地重划也开工了，甚至咱公园 2.0， 我们再升级，打造一个可以全龄所有孩子有特色的公园，大家共同努力，甚至我们在新建三座的立体停车场。另外，咱看到人潮抢抢棍，嘉义咱伫这家新都心，我们在这几年来，我们说你要游嘉义，一定要乘双 B， 这双 B 一个是 U Bike， 一个是低底盘电动公车。我们看到我们的 U Bike。不但是全国满意度最高的，而且它的周转率仅次于台北，居全国第二。那全国唯一100%的市区电动公车搭乘人数已经成长了4倍，又便捷又方便，所以来伫嘉义，大家人真正真欢喜。所以伫遮，咱嘛真拍拼。2021，咱甚至要有台湾设计展，我们用设计展，这是云嘉这一次。第一次的一个设计展，所以这么多来让大家看到嘉义市这个城市的发展，让年轻人看到我们自己这个城市是可以值得你发挥的地方。那高友买单不要紧者呢，还记不记得20206月21号日环食，这个日环食你看大量的人潮，但是我们教育的扎根是令人感动的，还有科学168也带来很多人。我们又打造城市的节庆，就是我们现在下礼拜开始我们有国际管乐节，今年是30周年扩大举办，我们要让世界看到嘉义，所以来的人人潮的抢抢棍，在这里我们要让所有的人好生活，全年共享世代宜居，三育生育有津贴，托育没烦恼，教育有希望。那我们增加了有8个地方，未来还会增加5处的公托，而且我们教育里面班班有冷气，还有新风换气系统，校校有外师，好的老师不断的被看到，甚至不断的提升。我们看到还有我们是全国第一个有全国第一个课纲基地县市，跟国教院合作，
另外，我们成立长照中心，首创局世代的生涯发展，甚至我们也推动了有宠物友善的空间，建立了嘉义市第一座动物友善公园。这个时阵，少年人因都回家等时行，因为青年回家创业的风潮，我大力支持下年轻人他们努力，然后我们用地方创生设计力来导引，我们成立了有事青年实验室，也打造了有事青年的品牌，我们又有有事青年节，甚至跟中央合作又做了社会住宅500多户。我想有中好事，博爱安居，安了好事，都大家被看到，所以也因此我们看到这几年的政绩，在我们全体嘉义市民的信任之下，我们带来幸福，施政满意度全国看得到，也被肯定。我们连续两年幸福城市啊，我们连续两年施政满意度第一名，就是去年跟今年幸福城市2020的台湾第一名。我们医疗的表现在康健杂志医疗服务本岛又是第一，在永续城市金周刊里面连续两年我们都拿到永续城市的特优奖，防疫表现的满意度又是大家所肯定 UGC 专国第一名，也是全国的减灾王，这都是我们共同努力来的，让我们一起加油。请发言顺序第五位候选人黄鸿雄，台湾阿雄，世界伟人蔡英文总统上台发言。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鸿成，台湾阿成世界伟人财神总统。我们现在进行的节目就叫做财神的观想，观想的财神。首先我们由十回数到一，每回数一下我们就多放轻松一次。十，放轻松。九，放轻松。八，放轻松。七，放轻松。六，放轻松。五，放轻松。四，放轻松。三，放轻松。二，放轻松。现在我觉得自己全身的器官、全身的细胞、全身的组织、全身的神经、全身的肌肉、全身的骨骼都非常的轻松、愉快、完美、和谐，非常的稳定，非常的感恩，非常的相信。Wonderful, wonderful, 太棒了 ，amazing。接下来我们要开启能量中心，让能量转动起来。首先，我们看到了大地金黄色的能量、宝藏的能量、滋养万物的能量、稳定的能量，从我的双脚，经过我的身体，经过我的器官，经过我的细胞，分享给宇宙。我们同时看到了宇宙金、宇宙爱的能量、梦幻的能量、创造的能量，以及多彩多姿缤纷的能量，从我的头顶，经过我的身体，经过我的器官，经过我的细胞，分享给大地。所以我们同时看到了宇宙爱的能量跟大地金黄色能量，两股能量非常稳定的、持续的、和谐的、愉快的，在我的全身上下，由内而外，由小而大，持续的发光发热，发挥发财，发光发热，发挥发财。轰轰轰轰轰，丽莎观世界，朵花现天堂，手中掌无限，刹那即永恒。轰轰，财神总统遵循悟性，因任自然，率性而为，无为而治，因势利导，浑然天成，心量自现，大放光明。我财神总统本身就是宇宙神圣而伟大的光明，我就是宇宙，我就是光明。 Wonderful, wonderful, 太棒了， amazing。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粉红色泡泡圈圈的观想程序，我们从心灵之眼创造出一个粉红色泡泡圈圈，非常圆满，非常圆融，非常可爱。我们观想财神总统选总统，一定当选，已经当选，是我当选头四号的千真万确事实，把它存放到粉红色泡泡圈圈里面。接下来我们把粉红色泡泡圈圈把它释放给宇宙，我们看到了这粉红色的泡泡圈圈带着财神总统选总统，一定当选，已经当选，是我当选头四号的千真万确事实，已经奔向了浩瀚的宇宙，吸收了宇宙日月天地所有的精华，一定显化，已经显化。我所渴望财神总统选总统，一定当选，已经当选，是我当选头四号的事实，以及其他更加美好的人事物，正在用一种非常轻松愉快、完美和谐的方式显化在我生命里面，并符合所有相关人士的最大利益。信心创造奇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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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心创造奇迹。Namaste。我跟各位朋友分享，这个我刚才进行就是一个瑜伽的观想的程序啊。我认为我的这个台湾现在最重要啊，就是人要把人心稳定下来。像我穿这个运动内衣啊，就是代表一种运动的精神，这个能够提升国民的这种体能，增加他的自信啊，对大家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蔡英文总统选总统一定当选，已经当选。我的政见啊，就是要运用政府的力量跟健身房合作。譬如各位看到了，我是这个我们嘉义世界健身啊一个会员啊，我非常荣幸担任这样的会员。健身房能够提供给大家很多这个有氧的、啊、重训的、啊、瑜伽的一个训练。然后这个健身房啊，他们有一个 QR code 啊，请大家一定要扫一下啊，来看一下哈、啊。它这个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健身房哈、哦。那其他健身房我们也都推荐，包括全真啊、健功啊，都是很好的，或者是其他的私人的，我们都是欢迎的哈、哦。所以我就是要提倡大家来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那为什么呢？我会推荐这个运动的内衣啊、哦，就是我曾经在访寮亲眼看见一个非常体型庞大的先生哦，他口吐白沫，当场倒在地上啊。我觉得这是上天让我看到这一幕啊、哦。要我来推动这个运动文化，这个运动内衣的文化。我在想，如果说我们全台湾的人民都养成一个固定上健身房的习惯了，它是一个核心，那其他的运动我们也都非常支持。那我相信国民的体能呢，一定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的进步。要把健身房啊变成一个全台湾像超商一样多的地方，把台湾打造成一个有氧的王国，然后我们嘉义可以当作有氧的首都，这就是我一个政见的一个重点哈。非常感谢大家。那今天这个，因为我们这个也做了很多瑜伽练习啊，那最后我们要来进行大休息啊，大休息的一个活动啊，我们就来进入到大休息。
现在进行候选人第二轮证件发表，请证件发表顺序第一位李俊烈先生上台发表发言。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登记第二号李俊烈。咱都有在大家报告，三星二箭，好，三星二箭，黄敏惠不做，李俊烈来做。刚刚我们跟大家提到过三星，我们现在来谈谈二箭。第一箭就是交通之箭，好，我们规划嘉义跨县市的轻轨。大家知影嘉义市的发展上大的限制是啥？就是咱的面积无够大。嘉义市只有60平方公里，这个在全国里面，它的面积，它是全国第二小的。我们只比马祖、连江县大一点点，澎湖、金门都还比嘉义还大。那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如何解决？就是要拉开我们的纵深，要跟其他的县市合作。所以第一个我谈的就是跨区域治理，包括嘉义县市、云嘉嘉共同来治理。那要拉开我们的纵深。那第二个，我们要必须拉开纵深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现在已经在做的叫做铁路高架化。铁路高架化从大林、民雄进来，我们的嘉北车站、嘉义车站、北回车站，从水上出去。这个是我在当立委的时候跟涂醒哲市长争取非常久。铁路高架化，我们从1988年就开始听，但是30年来都没有进度。在2017年，在我们极力争取下，2017年动工，现在预计2026年能够完成。铁路高架完成后，可以让东西区缝合，不再因为一条铁路分隔东西区发展，然后全部靠路桥跟地下道在连结。所以，铁路高架化会带来嘉义市的重大发展。但是，刚刚黄敏惠市长的申论的过程中，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情。铁路高架化，我们必须赶快完成，这个就是嘉义拉开纵深的第一步。嘉义拉开纵深的第二步叫做轻轨。我们轻轨目前规划两条，第一条叫做轻轨一号，从故宫南院，还有故宫南院旁边现在规划但是还没有动工的科学园区，然后到高铁站，然后沿着高铁站进入到嘉义市的候车站。这个沿着高铁站进入到嘉义市的候车站，整个18.5公里，可以拉开嘉义市到太保、到埔子的一个方向，所以就拉开嘉义市的纵深，就不会因为面积而绑在这里。所以铁路轻轨计划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条叫做轻轨二号，在哪里呢？在四贤路跟高铁大道的交接，然后沿着四贤路的绿带。大家都非常清楚，四贤路是120米的大道路，所以我们的绿带非常宽敞，那绿带可以足以做我们的轻轨使用。所以沿着四贤路的绿带，从西区拉到东区，然后我们在东区的奈斯、东区的嘉基，然后加到嘉北车站，这样我们东西区就连接起来。所以轻轨计划就是我们伸出我们的左手，有铁路高架，有轻轨计划，这样我们的交通才能够完全的动起来。这才是交通之箭，如何解决嘉义市的交通问题。嘉义市的公共运输搭乘率现在是全国最低，所以我们必须做这样，拉开嘉义市的纵深，然后让民众可以方便。那这个部分会产生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现在有铁路高架化，我们有轻轨，我们不要忘了，我们在我们的中兴路跟博爱路，我们还有一个客运转运中心。所以未来我们还要推动一个嘉义大车站计划，这三项东西放做会，在我们中兴路、博爱路、优中路，这些东西，铁路高架、轻轨跟我们客运转运中心三项放做会，嘉义大车站计划可以带动我们的博爱路、友中路，现在到目前为止都还很多是乙种工业区，带动这里的发展，这个才是解决嘉义面积太狭小无法发展的问题。那我们还有一条道路大家印象深刻，但是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叫做北港路。高速公路交流道下来，但是两边都是农地，没有做农用，通通是铁皮屋，通通是工厂，那30年来都没有解决。台中的中港路过去也有这个问题，但是人家现在解决问题了，嘉义呢？所以我刚刚说嘉义市长重要的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告诉大家我成绩很漂亮，我知识很漂亮，然后一直在说我做得很好。
另外一件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要打造我们的产业，叫做生技园区，叫做智慧医疗生技照护园区。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刚才说明过了，我们的服务业其实非常容易受到景气的影响，受到疫情的影响，受到人口流失的影响，所以这两三年嘉义的经济状况是非常糟糕的。那我们必须靠我们的优势，大家都知道，嘉义除了鸡肉饭多以外，我们最多就是医生。嘉义是这么小的面积，我们有400多家诊所，那我们现在要利用我们的优势发展我们自己的产业，所以我们发展智慧医疗生技照护园区。发展在哪里？在我们现有的后湖工业区。后湖工业区总共105公顷，现在有一点变化。为什么？因为嘉基买下其中两块土地，然后要做照护园区。那我们整个把它发展成生技照护园区，这样的话能够带动嘉义的发展，这也是嘉义的优势产业。这个才是我们嘉义自己有产业的方式。那为什么在后湖园区呢？因为现在后湖工业园区是嘉义市唯一的工业区。而且在设在后湖，我们不必都市计划变更的程序，马上招商，马上开始动工，这才是解决嘉义产业的问题。解决自己的产业，我们现在自己有产业，不必只是靠服务业，我们的年轻人才会留下来，解决年轻人的问题，这才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很可惜，黄市长也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情。再来，我们再看看刚刚的讨论中，其实嘉义市还有几个问题。黄市长一直在讲的说，这四年来，四年前他参选的主要动机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迟滞，所以他要带动经济发展。但是我告诉各位，这四年来的经济发展，这是远见杂志今年评定的结果。哦，嘉义市的经济跟就业是全国最后一名，哦，三个离岛不算，是全国最后一名，19名。在涂景哲市长的时候是全国第10名，这叫进步吗？这叫他刚刚讲的经济大进步，人人强强棍，是这样吗？所以这个数字非常清楚。那刚刚黄敏惠市长还提一个问题，叫做什么？叫做他发了2000块，去年发了2000块的现金，带动我们的经济发展，营业销售额创历史新高。很抱歉，我要告诉大家，营业销售额创历史新高是去年每一个县市都是的。嘉义市营业销售额9.56，是全国倒数第五名。全国倒数第五名，哦，也就是说，去年其实为什么全各个县市都会营业销售额增高？因为中央发了5000块的消费券，利用消费券刺激大家去消费，所以所有的县市都提高，有的县市甚至提高到20%、30%。嘉义只有9.56，全国倒数第五名。然后黄市长告诉我们说，他都没有举债，他很厉害。但是我们来看这个。其实嘉义市从2018年以后，涂醒哲市长还在任的时候，我们就完全没有举公债。但是这里我要请教黄市长，黄市长在等一下的申论中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举一个叫做自偿性债务？市政府有没有编所谓的自偿性债务？事实上，自偿性债务市政府从去年的2月开始编，编到今年的10月，总共编了5亿1900万。哦，所以他是有举债，不是没有举债，但是这个他都没有讲，他也没有告诉大家事实，所有的事情都在讲说我没有举债，还编了2000元带动所谓的营业销售额，营业销售额没有最高，全国倒数第五，没有举债，真的有自偿性债务，那自偿性债务要不要还？请黄市长等一下交代清楚。所以这个问题我刚刚说过了，市长重要是指出方向，而且还要解决问题，经济的问题没有解决。啊，这个财政困难的问题没有解决，青年人就业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淹水问题。刚刚郑凯森候选人也提到这个问题，淹水问题过去解决了，现在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淹水没有真正面对问题去解决问题。黄市长每次淹水，去年的8月2号淹水，他说下雨下太大。今年的8月4号淹水，他说下雨下太大，通通是中央的问题，通通是下雨下太大，都是老天的问题。但是排水的问题、淹水的问题、臭水沟的问题，真正只有4项。第一个，你的排水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果你的排水是前面宽后面窄，你一定解决不了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我们的蓄洪池够不够？嘉义市有35个公园，但是只有3个有蓄洪池的功能，就是文化公园、北香湖公园跟环拉港公园。
那这样的蓄洪池够不够，足不足以解决嘉义市的淹水问题。第三个就是你清污有没有彻底。今年八月四号的淹水，所有人都反映都是臭水沟沟溢出来，啊，超最高沟溢出来，就是你清污没有做彻底嘛。那第四个就是你污水下水道的问题，这个也不用我再多讲，我们已经讨论非常多次。那监察院在今年还纠正你嘉义市政府污水下水道做得太慢，这些都是人民生活上的问题，这些都是民众待于你市政府赶快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黄明辉市长都盖住。黄明辉市长都盖住，都不告诉大家，他只告诉大家说我的施政满意度很高，施政满意度很高是事实，我们也给你拍拍手。但是更重要的是，嘉义市民生活上的问题、财产上的问题，你到底解决了没有？嘉义的青年人有越来越好就业吗？嘉义的经济发展有发展到抢棍吗？这才是真正人民关心的问题。所以我一再强调的是，一个市长要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对嘉义来讲，这是一个严肃的时代，我们需要一个专业的市长。嘉义市现在面对的有非常多的问题，我们有青年就业不易的问题，我们有老年照顾的问题，我们有刚刚提的淹水问题，我们还有经济发展迟滞的问题，这些问题都要赶快解决，因为这就是市长的使命。黄明辉做不到，交给李俊立来做，跑了13年也累了，该休息了，交给下一棒来跑，这就是民主政治的真谛。好，如果一个人跑累了，就交给下一棒来跑，这样才是一棒接一棒，嘉义会更棒。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嘉义市需要一个专业的市长，嘉义市需要一个能解决问题的市长。嘉义市民虽然肯定黄敏惠的亲和力，但是嘉义市民还在嗷嗷的等待你解决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这些问题请黄敏惠市长不要回避，等一下赶快回答你要解决，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一个严肃的时代，我们需要一个专业的市长。李俊立过去的表现到现在都可以让大家肯定，都可以让大家信任，我就是一个专业的市长，我就可以来解决问题，我们连方法、连人数、连数字都算给大家了。所以嘉义市长的选举，请大家共同支持二号李俊立，谢谢。请发言顺序第二位候选人陈泰山先生上台发言。南无阿弥陀佛，唵嘛呢叭咪吽。各位嘉义市的市民，我是第三号市长候选人陈泰山。陈泰山，你要做市长，你定什么条件做市长？人家李俊立是总统秘书长的，副秘书长的，人家黄敏惠是做13党的市长呢。啊，你陈泰山要做什么市长？我跟你讲，我陈泰山有够资格做市长。我先报告第一项，我是清官，我未贪污。你要来证明，我做农委会屠宰兽医师主任的时阵，伫台北专项总大场啊，缔造我主任八个人呢，阿扁也做总统的时阵啊，迄足侪人要乌死啊！迄是讲台只隆重礼品，啥物百官酒，逐项安尼赠予主任，啊叫我分予伊七八个兽医啊！我讲我食菜啊，我无食迄啊，送长等伊啊，拢甲遐厂商结识着，长官黄锦杰，啥物叫啥物叫？大家拢爱钱啊！我唔挡着人个财路啊！我无犯罪啊！啊，我无做唔对啊！我叫调查局个海岸基隆关海岸调查组调查组甲报告来调查啊，讲结果啊，廿十日来去关啊！啊，结果遐长官哦，讲我挡着人个财路，我一届去考台大博士班，唔上电脑报名，较早民国迄阵啊，吼啊！伊主任甲我降落来，啊，我都爱去做，搁做兽医。
反正机会就是搞石头路啦，讲我矿主啊，啊我十二点到八点的班，啊我九点要台大报班，我先签一个电脑尔，吼、哦，啊你甲开机就开机啊，我无做唔对啊，我搁等下看狗啊尔，安尼我有清廉无？我无做唔对诶，我做唔对，我就放北去啊，我人啊。一直咧零，同我用讲啊用零啊，要零去偷台查某，我就无爱啦。爱钱好，我无爱啦。爱垃圾钱要创啥？做清官啊。第二点啊，民国八十八年我读研究所的时阵，我八十七年五十岁，我考掉硕士啊。八十，哎，迄，到迄一考要几十摆，唔是讲第一摆就考掉。啊，才考掉，就两个论呢，我去所长带。研究所学生十五个啦，一个少将退休的，一个几个两三个教授啊，要真侪个学生啊，去中国北京科学社学，中国北京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学术文化交流啊，啊，去人就伫美丽正辉啦，哦，啊，我是台湾人啊，啊，伊无讲我举手甲来讲话，我讲我唔是台独啊，我唔是美国帝国主义蓝眼睛白皮肤的啦。好、哦，但是你也用白人个顶满台湾哦，我当然照样干咩啦，我用民主党来顶啦，为个共产党个，我当时也捌看共产党个生做安怎，第一摆去大陆，大家面啊救救，因个所长讲，因个对共产党个所长讲，陈先生讲话很粗率，很坦率，很尖锐，啊，阮所长替我讲话，讲无啦，陈先生也毋是公务员啦，毋是军中个人。陈泰山是义务人员尔啦，迄台胞证是义务人员啦。我一个人有当时啊，我假讲，我假讲，我啊害着十五个人，强烈烈去关，我就做足重个啊。我讲我毋是台独啦，我毋是啥物美国帝国主义者啊。啊，所长，所以我考博士拢无爱发掉，就是安尼。有讲伤着啦，伤着所长德国博士啦，即届我去考博士。嘛有牙科啦，吼、哦，啊，即嘛就是统派教授，无爱法读个，即统派无爱读个，像个黄建正迄种，所以台海算内水迄个，我都用，吼、哦，都考袂掉，即届我考会掉无，吼、哦，啊，即嘛过来啦，我替台湾讲话咧，用生命冒着生命危险，托台湾有尊严咧，对啦，我挂即支嘴无唔对啦，无实力啦。但是那是什么场所？那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呢？我虽然虽说咱给他消失了，发清查你，我替台湾讲的，迄个消息拢用防通调的，消息拢无讲出来，讲出来我就出名。好、哦，对我讲我出名。凭这两点，我用性命去顾台湾，做官做清官。安、啊、尼，我七十四岁啊。我无选市长嘛，无机会啊！啊，人生着日落西山，黄昏咯、啊，对无？所以无选咩啦，当时选我读下册是废纸，无路用，所以我爱选，对无？啊，黄明辉，黄明辉，伊着做十三档啊！啊，做十三档，你落去含曾朱立伦升国民党主席，含伊选总统啊！啊，李俊毅总统副秘书长，佮省秘书长尔。啊！我市长好做啊，我有能力好做啊。啊！我的人生千苦万苦，我呾讲实在啦，我的作用干嘛？原因就是安怎？千锤百炼啊！我的人生七十四岁啊，我千锤百炼啊，我也无咧惊死啊！好、哦、对无？哦对无？哦，啊无，佮惊讲通牌佮冒失佮安怎佮安怎？迄种小事情啊！吼、哦，迄种小代志，但是我预防到影。吼、哦，我讲真了，我会当做市长，我有够资格做市长，我应该做市长。吼、哦，即嘛过来，他拄啊顶一届讲无了。吼、哦，心理战略过来，经济战略，吼、哦，就是补充军力。台积电，你若叫共产党，台湾叫共产党，对，规个青年产业拢破坏掉，世界经济拢影响掉，即嘛迄种。时间短，长话短说，吼、哦，啊，过来就讲军事战略，吼、哦，台湾的国际国造、国建国造，
台湾有其他会等黄安黄吼黄灭台要出一门黄展所吼黄展所黄方所黄登路吼一大堆要讲讲未了，时间真短讲未了，长话短说讲一下吼。因为咱台湾上爱欠的，爱家己做原主舵，蒋经国要死，张献义事件原主舵做不成，你家己做原主舵，吼、哦，家己做，家己在和美国沟通做原主，咱是讲咱要用原主舵去定死人啊！我有原主舵，你土伊要甲抢，啊，我甲你跪咧叫我讲啊，你底穿十公尺，伊来甲拍我跳，只要你抢人个跳，但是我含你屁股。啊！底穿十公尺有效呢，上无你量来量去，拍袂着，拍袂死个。遐底穿佫好处理足强个。你共产党强要拍我台湾，我台湾含你拼。等到你啊，大行拢逃，你台湾啊逃个哦。泰国、缅甸、辽国，我发了兵，因为各国拢放了了呢。伊遐是美共产党个是要参美国争取一个世界领导权个。你一国。美国就是甲大陆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第三岛链，吼，第一岛链，阿廖顺清啊，前岛链的，安尼靠着台湾是地缘政治第一关呢，第二关呢是关岛，第三关呢是，吼、哦，第三关呢是澳洲，所以讲日本的安倍伊个讲，印度太平洋区域安全战略，搁做简称印太。战略，印度太平洋区限安全战略，简称印太战略。较早奥巴马讲，较早讲亚洲在平衡，亚洲区限安全，亚太战略了，即嘛改印太战略。吼、哦，我即嘛即场讲的，时间也无偌长，我强调讲，我有资格做市长，我有能力做市长，我有在讲的了，家己去，好家己去，吼、哦。和平吃哦，达赖喇嘛讲一句话啦 ，compassion 的 wisdom 啦，爱慈悲啊，但是你嘛要智慧，吼、哦，你也吼、哦，你要慈悲，你嘛要做，互家己去发展，大家拢心中有佛，你干那靠法律无效，你靠不作慈悲、善良、友善、诚实，吼、哦，唔是靠法律，靠你靠友善、诚实，吼、哦，啊，大家有心中有佛，哦，安尼。啊，好，啊，一个一个两分半钟，我搁讲，吼，真过来，伊像个佩洛西访台，你中国用电子战咧，啊，要讲跟踪啊，美国啊，啊，人伫马来西亚无爱经过咱来，啊，即坐过菲律宾经啊过，啊，到台湾个东部过入来，你电子战你嘛输伊，哦，过咯，你即马演变个两个方面，太空战，你一个爆弹为新疆。东风四十一炮到怎么样？炮到美国，你要经过人造卫星找目标。你根本人造卫星找目标，即马就是讲太空人，美国啊，含你中国，吼、哦，就是卫星链的星链大战、太空战，把你为人造卫星拍落，你拍袂准的，对不？你要讲含美国，啊，你外国讲的，你讲较慢战。各五档，各几档，咱人会老啊，咱人愈老，意志愈消沉啊，都无法度啊。即马身体要用啊，习近平身体要用，气也也啊，吼、哦，啥物伟大民族复兴啊，啥物当时的伟大民族复兴啊，啊，人西藏一国，蒙古一国，新疆一国，人爱满洲国一国，你当时伟大民族啊，较早宋朝个春河南一省呢，那个叫金国，北宋叫吼，啊这。金国年准拍到南宋，免两当南宋，哦，包公做这南宋，哦，叫契丹人拍六十当甲多国啦，南宋当六十国，历史读个通啊，册读个通啊，什么叫共产党？毛泽东这只蛇精啦，像蒋介石啊，江山这孤鸟，这孤鸟收过台湾海峡，得建立中华民国，迄不是大陆中华民国，迄是同名尔啦，迄是流亡政府呢。吼、哦，那是流亡政府呢，啊，大家这台独的拢在讲理论啊，提不出数据啊。什么叫做和平？和平就是，吼、哦，和平就 military， 吼、哦、，power balance， 军事权力平衡才和平啊。人和人中间好嘢较散嘞，人交人，风交风，
那好业要参选做，选了要含好业做，做无？啊你，吼、哦、你，尽数权力平衡，这个是和平，唔是你讲规日去找习近平的和平。请发言顺序第三位候选人郑凯生先生上台发言。谢谢主持人，我是嘉义市长候选人五号郑凯生，现在进行第二轮的政见发表。我在上一轮的政见发表里有提到，我们有将成立流浪动物保护公园。现在有很多市民发现市区有很多所谓的爱心妈妈、爱心爸爸在市区任意的喂养流浪动物，但是这些流浪动物常常成群结队，有时候会攻击路人、小孩，或者是追逐摩托车、脚踏车，造成市民的受伤、跌倒。因此，我们想要成立流浪动物的保护公园。如果有市民发现流浪动物在街头流窜，能立刻拨打1999，请动保单位来将流浪动物捕获，然后送进我们的流浪动物保护公园。每只送进公园的流浪动物都会先进行结扎，以免他们在园中再继续繁殖生育下一代。因为市民们反映说，如果不结扎的话，光是育养这些流浪动物将花费很多很多的市政经费，甚至还有人提出可不可以直接给予安乐死。我觉得人跟动物我们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嘉义为什么不能成为对动物的友善城市？凯生之前曾经在学校担任过教职员，也经常带领着学生到嘉义的山上、海边进行进山、进滩。甚至我们也带学生到嘉义市的流浪动物保护中心，去让学生体验生命课程。这些流浪动物，其实他们都是很无辜，他们本身没有错误，错误的是随意把他们弃养的这些饲主。所以凯生觉得，如果能够当选，我们将再成立第二座流浪动物保护中心，并进行饲主的喂养教育，避免他们随意的弃养，从根源做起，改善嘉义市流浪动物太多的问题。我们还要以科学管理技术协助各行各业创新活化产业，行销全球，并积极推动城市外交，促进嘉义市与国际接轨，让世界看见嘉义。借由网络多媒体平台分享嘉义市的人文素养、风土民情、美食佳肴、特色观光，力求货出去，人进来，嘉义发大财。两岸和平共创经济效益，招商引资建设嘉义市，积极发展嘉义市成为两岸交流示范区。凯生在登记之初，曾有党内同志打来问我，为什么想要出来跟现任的市长竞选嘉义市长。凯生回答，从我
回来嘉义之后，我看到的经济状况一直是停滞不前，但是这些市民的声音好像市长并没有听清楚，我们没有发现嘉义有什么成长，所以只好自己跳下来选，至少也要让市长听到市民真正的心声。我们希望嘉义可以把经济再做好。然后党内同志告诉我，嘉义的经济正逐渐在复苏，难道我看不出来？我说我从嘉义市火车站出来，一直走到我们的嘉义市政府，然后再从嘉义市政府走回火车站，沿途二三十家都在出租，我有把它拍成一个录影带，发送在我的 FB 上面，以供市民观看。我真的觉得，以前嘉义市最经济繁荣的中山路商圈，现在没落成如此不堪。凯生之前在大陆经商过，然后大陆的同胞们，很多大陆友好的朋友都知道凯生要参选的事情，自发性的为我拍摄的、为我鼓励的竞选录影的短片，让我在网络上可以提供给市民们参考。他们也很希望可以尽快的恢复两岸之间的交流，能够来嘉义市品尝嘉义道地的火鸡肉饭，吃吃看嘉义最有名的砂锅鱼头。然后最近又听到大陆禁止台湾的水产再出口到大陆去，这对两岸之间的经济都是很不好的事情。所以凯生希望能够争取嘉义市成为两岸交流的示范区，我们的水上机场能不能好好的发挥，恢复两岸之间的小三通，可以直飞大陆。然后凯生当选之后，还要定期举办与市民有约座谈会，让市民发表言论，整合全市慈善福利机构，成立紧急救助中心，及时帮助弱势群体，并协助成长立足社会，免受不公不义侵犯。凯生当选后，将排定时间，定期在嘉义市政府举办与市民有约座谈会，让市民畅所欲言市政缺失，及时为嘉义市乡亲们解决疑难杂症及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绝不食言。目前接获民众陈请，本市自用住宅地价税是以地价千分之二苛征，如果开店做生意营业用，就再乘五倍，以千分之十苛征。政府把一只牛剥五层皮，开店做生意进货，苛货物税、苛所得税、苛综合所得税。该商业区地价本就比住宅区贵很多，再增加苛千分之十，并不合理。如果凯生当选市长后，必定将地价税恢复为原来的千分之二苛征。市政府公有土地、教育部学产地、中油公有土地等工地租户的租金，四十年来超收土地法规定五倍，凯生当选后将为市民平反。工地租户租金必须依土地法规定苛收租金，不得超收费用，解决工地租户多年以来申诉无门困扰的难题。凯生当选后将协助处理嘉义市东区之财团法人台湾省私立嘉义暨美仁爱之家名下部分土地更名或归还其土地所有权给嘉义市众多寺庙宗教团体，解决长期以来两造之间的土地争议问题。关于嘉义市暨美仁爱之家的组成，它是由嘉义市政府官派六位，嘉义县政府官派六位，然后再加上卫福部官派三位，总共十五位董监事所组成。长期以来，嘉义市的各宗教寺庙团体一直有在向暨美仁爱之家索讨过去寄付给他们的土地，但是暨美仁爱之家往往提出很多的难题去刁难这些宗教寺庙团体，让他们无法循正规管道讨回自己的土地所有权。
市政府其实有能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有六席的董监事，如果当官不贪，其实市民并不会如此的不堪，申诉无门，还没有人可以为他们争取该有的权益。凯生的理想是将嘉义市转变成为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充满幸福与快乐、美满的欢乐文化陶城。选举是选贤与能，不是比谁后面的势力强大，应以不影响市民生活品质为优先。十二月十七日适逢嘉义市管乐节，欢迎大家欣赏管乐队音乐表演及优雅采街。候选人何必大声喧哗，制造高分贝噪音及大量垃圾去做造势活动。在此凯生先预祝嘉义市管乐节活动顺利进行，圆满成功。世代更新，嘉义创新，无党无派的嘉义市市长候选人五号郑凯生，十二月十八恳请您的支持，谢谢各位。以上是我所有的政见，谢谢。请发言顺序，第四位候选人黄敏惠女士就台发言。幸福进行式是嘉义未来式。刚刚在第一轮，我们已经说明了过去的政绩，过去的政绩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哈，一起把咱的乡亲爱交代。咱但是更加重要，在这当中，咱来个对未来的规划，爱把咱乡亲，和咱乡亲共同有期待。我想，所以我们提出了十大旗舰计划。因为要迈向台湾新都心，我们的未来一定要先规划，一定要有高度，要有前瞻，要有远见，必须要有整体的市府团队跟民众的对话，我们大家把它规划出来。所以过去基础打好，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更有力量。所以我们提出了西区、西区大发展、东区大进步，这双引擎来带动，提出了十大旗舰计划，希望打造一个下一世代更幸福的未来。那是优先，那么怎样？其实，那哪位要致富，先开路。从过去我们看到很多园区的很多生活因为交通的拥塞带来很多的不便，甚至后来想要开路都。不可能的，所以咱即马来讲，咱一定路若开，咱才会当行大咱会当开大路，行大步，咱才有看到未来愿望，所以大家才有好出路。所以你看到，伫咱附近有足侪园区，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路网给做好。所以咱嘉义区，咱不是刚刚看嘉义区尔，我们要看跟城际之间这个新都心。云嘉南，所以我们把它规划了，我们一定要跟邻近产业园区，目前我们已经规划有高调的交通路网，那我们希望在这中间有一个最重要，其中一段就是从高铁到台铁这段，我们的轻轨，这个轻轨早在第一期高铁开始新建的时候，你看第一期的高铁到目前为止只有嘉义车啊，咱的太保站没有一个轨道的运输。事实上是有规划，所以我在这里，
要带着咱济济乡亲的期待，希望中央会当正视这个议题，能够赶快把这一个轻轨能够先行，能够把它做好。因为咱相信，咱有这个九条的路网，城际之间的路网，再加上嘉义市，我们有三横、三纵、三环的规划之后，整体的交通路网做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连接邻近的产业园区，然后打造生活的新路网。当然更重要的，我们在这西区大发展里面，我们是要打造新市镇。这个新市镇你敢知道，在我们的西线路以西，我们还有1200多公顷的土地可以开发，1200多公顷，1227，这是我们幸福未来的重要城市的密码。因为1227公顷，它是多大的？大家知道民雄工业区，它可比是5个民雄工业区的大。所以嘉义，咱来看看，连这一块土地在这样画起来，我想他都要竖起大拇指跟你说赞，能看到嘉义市的未来。所以我们在这边希望成为产业临近产业的生活圈，那你当白天去他做啊，去他工作，晚上就在嘉义市这个生活区里面来生活。所以咱一经贸、交通、教育、文化，还有重要的医疗长照，以及好的生活机能与品质，这五大产业来形塑一个新市镇，让所有园区的人因为便捷的交通在这边的生活，他能够过得更好。所以这就是咱西区大发展重要一个造镇的一个规划。再来东区，那么怎样老城嘉义，咱的市中心虽然较老，但是咱的老是老的美，老的好。然后我们说，这是一个老的刚刚好的城市，因为咱的人文，因为咱的发展，因为咱的打拼，所以我们把人文城市的嘉义市，让大家看的真的，大家每一个人心中有感。所以当区大进步，我们就借由文化新思路2.0跟旧城创新生来提升。而这一个大家也知道，南底设计展里面，我们把文化新思路给串联起来，文创园区跟我们的制裁所还有旧监这一个串联起来，但是我们要让它再升级，所以我们会对未来规划它已经整个提升起来。但是咱个看麦，咱的铁路搁给了后，咱的大车站计划，大车站计划里面是56公顷。我们还要透过都更，透过种种的一个都市规划的方式，让它不但铁路高架，不是对土卡甲搬去顶管尔，伊内底爱有连接，它的那个道路的连接缝合之后，更要有发展。所以西区的大发展，东区的大进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而且咱看到后夜这个家，后夜咱伫修复了。小朋友啊，这个家咱得当做都更。同时在这里，我们也要跟所有的民众讲，所有居民的权益，市政府一定要想办法为大家给大家保障。那当然，在这里大家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新辟的道路，还有繁荣的商业区，这已经成为我们未来一定是嘉义的新地标。所以我们看到咱的东区大进步里面，大车站计划是充满了希望。那再看到我们美术馆已经成为国际上你看新的亮点，常常得奖，年轻人外来的游客都以这一个地方真的又有文化又有内涵，画都的嘉义市是令人感动的，不只是它的建筑，不只是它的内涵，这就是咱嘉义人最令人骄傲的所在。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社区充满着侪侪少年人，我们持续会把青创的热潮，把它再不断的努力扩大旧城的魅力，而且我们未来会新增两个青创的基地，一个在西市场，一个在咱新中派出所，所以我们让它这里成为青创的新基地，让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来带动我们青创的地方创生的能量。再来，嘉义区。我想因为我们很多很多的医师人员，尤其在之前
尤其去年疫情这几年的疫情的状况之下，民会嘛要借这机会，先也再一次感谢我们所有的医疗团队，大家一起守护在第一线，让市民一起配合，我们守住了嘉义。但是我们的医疗要再提升，所以我们提出了我们要帮助大学来争取医学院，还有让我们在地的医院能够再提升到医学中心，然后还有我们也希望能够有癌症的专科或者儿童医院，所以这个西区大发展里面我们更要有医疗产业园区。而这一个我们目前为止在我们嘉北嘉北车站这个地方，在嘉北车头，我相信最近这两年来已经有很多我们在地的乡亲有接到和市政府的说明会，还有许多的一个计划跟大家在做报告。所以我们看到嘉北区段征收也在进行当中，我们要整体的开发总比零碎的发展会更好。那我当然也从这里我们看到少年人回来青世代的时期，我们要扩大青年的青创的辅导，设立一个青创设计中心，还有我们要培植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网络，我们希望我们让年轻人在这边网络的经济，或者这少年人说我回来到这我有机会，甚至就像阿武所说的，他说我可以用台北的薪水在这里找到更好的人才，人才在这边有更好的产值，还有更好的生活品质。这就是网络时代新的经济，我们所发展的网络经济。另外，我们看到文化新基地，文化让这个城市变得更伟大。我们也推动了四大新图书馆群，那这不只是阅读，重要的是生活的图书馆，借由多元的学习领域，让场域来打造起来，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还有 WIN 在文创的 WIN 艺文基地，我们希望再增加一个中型表演还有展览空间。教育新时代，教育决定人才，人才决定未来。我们大家都知道教育是我们所重视，但是我们强化了实验创新的精神，而且双语的国际教育还有数位的教育也面对疫情不断的提升再提升。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得一一把我们未来的十大旗舰计划说明清楚，但是最近可能我们的乡亲大家人都有接到我们跟市民的报告书，在这一本小册子里面都有我们的规划，是我们的政绩，更是我们对未来的规划，我们的政见。我想闽会十多年来感谢乡亲的栽培，这个时候经验最熟练，满满的热情依然没改变。我们要让幸福城市幸福能够继续下来，能够成为嘉义的未来市，所以幸福正实现中，我们未来一定是更惊艳。过去的西景第一，咱未来咱在这家嘛应该让咱未来幸福在嘉义，我们用一生爱嘉义，以一生来看待。我想一张选票两代情，一张选票一世情，更有两代的情谊。我用一辈子用一生来看待政治生命，所以我们这一生这一辈子奉献家己，也感谢我们的乡亲和民会，我们大家做伙打拼，更感谢我们市府团队永远是卯足劲跟着乡亲一起来努力。12月18号12月18日我们这次演讲到12月18日礼拜日，拜托大家丁基德和永妈黄敏慧，我们站在这里，您的一票真的很重要，让我们共同写历史，做伙拼未来，让我们共同写历史。大家都在看我们嘉义市乡亲啊，你一定要出来投票，让民主性的嘉义市让大家看得到，我们用我们的选票来决定我们幸福的未来，幸福的嘉义市就在我们的选票当中，大家出来投票，告诉大家共同写历史，做伙。
请发言顺序第五号黄鸿成啊，台湾阿成世界伟人蔡新总统上台发言。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鸿成，台湾阿成世界伟人财神总统。那今天我们这个公办政见发表会啊，我还是要按照惯例来跟我们大家分享我们嘉义的美食。首先我们要推荐的就是我们嘉义的和平鸡肉饭啊，我们还是要推荐嘉义和平鸡肉饭。大家看到我们这个和平鸡肉饭只剩一半了哈，为什么只剩一半？因为被财神总统吃光了，我们现场刚刚做完瑜伽也不能吃，吃了一半。因为嘉义市选委会非常小气啊，我们从选这个立委的时候啊，我第八选到八个人在选立委，我到下午一点多哦，大家都在吃便当，然后我早上三四点就来，然后第一个报到，到一点多还没有东西可以吃哦，他们大家都在吃便当。我希望嘉义市选委会哦能够良心发现哈，都准备一个便当给我们，我们要两个啦哈，如果没有也没关系的，我自己有东西了哈，我们要两个便当，一个还有我那个警卫人员大哥啦，我们要帮他准备一下，这样比较礼貌了哈。那这个为什么要推荐嘉义的和平鸡肉饭？各位，因为我们这个郭台铭郭董事长啊。郭董啊，讲过一句话非常有名，国防靠和平啊。我曾经就在这个网络上讲过，没有国防就没有和平，没有和平就需要国防，国防当然比和平更重要。就好像你口袋里面的现金啊，当然比你外在人际关系更重要嘛，对不对？财神这个一旦郭台铭郭董你没了钱，你看有谁会理你？你又不是像我财神总统，很有人缘又很有财源，老少咸宜哈，差很多了哈。那这个就引起网络上几千万人的回响啊，所以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要鼓励郭台铭董事长啊，你改变一个观念，就是国防靠和平鸡肉饭，这就很有道理了。为什么呢？因为民以食为天嘛，所有的官兵军官都是来自民间嘛，官或兵来自民间，而且这个勇士们吃了饭以后，他就有力气可以打仗，而且和平鸡肉饭哦，他可以赚钱，可以发财，他有。各位，打仗它不只是心理战、武力战，还有经济战嘛。这个你要有钱去准备这些粮草啊，准备这些武器。所以国防靠和平鸡肉饭。我要鼓励啊，我们这个郭董啊来嘉义，财神总统啊邀请您啊来嘉义吃和平鸡肉饭。我跟那个黄老板很熟，我们可以把那个贵宾席包起来。我请我的好朋友外地记哈，我的贵人哈翁寿良翁医师哈来当贵宾，我们一起来招待您。我相信我们也开放我们所有嘉义市的选民一起来排队，大家想跟郭台铭董事长合影的哈，我们都可以排队。我也可以请我们嘉义市警察局派出台湾最优秀的警卫人员，就每天保护我这些这个他们所谓的终极保镖 bodyguard 哈，他就是功夫一流，保护总统的当然是最出色的哈，来协助警卫人员。那请这个郭台铭董事长欢迎您。我们整个社会对郭台铭董事长是有期待的啊，期待你来选总统。那当然选总统啊，这个需要很多的人才。那如果郭台铭董事长搭配财神总统，那就是郭台铭总统选总统一定当选，已经当选哈。我们也非常欢迎郭董啊，宋楚瑜这个总裁啊、主席啊，或是各党各派的人要选总统，都来跟财神总统搭配啊。我当总统或是副总统都没有关系哈，我这个能力很强的哈，这个各方面都是一流的，欢迎大家搭配财神总统选总统，一定当选，已经当选，是我当选，投四号。非常感谢哈，我们要请我们的贵宾哈，翁寿良翁医师哈，一定要来哈。然后我们可以送个匾，就国防靠和平鸡肉饭，我们一起送给这个和平鸡肉饭，然后来排队啊。这我一个小小的一个看法哈。另外，我给大家分享一张照片哈，给大家看这个照片哈，啊，这个看清楚一点哈，这个是黄敏惠跟财神总统我本人。各位，这张照片是我2006年环岛的时候第一次来到嘉义跟黄敏惠认识的时候拍的照片。各位，可是你看，几十年过去了，2006年到现在2022年了啊，已经将近13年了。黄敏惠当初是第一次当嘉义市市长，我那时候是沙林桥渡鬼打完环岛的台湾阿成。各位，经过13年以后，我从黄鸿成变成黄鸿成台湾阿成，黄鸿成台湾阿成世界伟人，黄鸿成台湾阿成世界伟人财神总统。我选过嘉义县长，跟张花冠，跟2016跟俊逸兄选过立委，2018我跟黄敏惠第一次选市长，2020我跟黄美惠选立委，2022我又跟黄敏惠第二次选市长。我去过瑞典，去过美国，去过很多地方为台湾做国民外交，我完成了宝岛台湾图。结果呢，我现在回到嘉义市，我还跟当初认识我那个黄敏惠还不如。黄敏惠现在是嘉义市
市长的候选人。那我要请问你，黄敏惠，你到底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啊？你到底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各位，我们国高中就能背这句英语了。Learning is like sailing against the current; it either advance or retreat。各位，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哦。翁硕良，医者父母心，是我的大贵人哦。我不方便多说什么黄敏惠，我你就自己好好去检讨。嘉义市、台南市、新竹市是同级升格的省辖市，各位有空去嘉义市去看看我们的嘉义市，去看看竹北、新竹市，再去看看台南市，你就晓得什么叫真相了哈。我不是说别人都好，嘉义不好 ，no， 嘉义有嘉义很大特色，所以我财神总统才会在嘉义发展嘛。好，这是我给大家参考的哈。那另外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财神总统，不管做什么都是做财神，不管选什么都是选总统，我都是要提供我选民总统投家优质的服务。所以我说，财神总统选总统一定当选，已经当选，是我当选头四号，这是非常有理由的啊，非常有根据的。我为什么取名总统，为什么取名财神，就是我的所作所为，这就是我一生的信念，我一定会选总统了，我已经是总统了。各位，大家都搞不清楚，全世界不是只有中华民国有总统，全世界也不是只有美国有总统，到处都有总统。我是财神国的总统，我现在只是争取中华民国总统来为大家服务的机会而已啊！好，谢谢。那另外，我们这次嘉义市长重新选举，因为法定的这个候选人往生的问题啊，我们才来重新选举。各位，这彰显一个民主法治非常伟大的一个真理啊！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台湾。伟大的嘉义，像我这样的候选人啊，我都有警卫人员可以来保护我。各位，我们看看中国大陆，他二十大胡锦涛被请出去的那个场面啊，我们就脑袋要非常非常清楚啊。各位，那个人治社会跟我们法治社会就是不一样，我们脑袋要非常清楚，就是我们绝对不挑衅，也不制造事端，可是我们脑袋要绝对不要对他存有任何的幻想。因为在人治社会里面，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台湾像胡锦涛这种状况啊，早就打成一片了。可能是那个抓猪大肠很厉害的那个阿慧哈，第一个冲到上去，或者我财政总统。然后有人说这个他是在生病。各位，生病居然全场没有一个人关心，他这个制度是违反人性的，所以我们要脑袋非常清楚啊。这是我的看法。那台湾的前途呢？我认为台湾不是独立，也不是统一。台湾叫创立，台湾创立一个统一独立以上的上位概念，包含了独立也可以，创立也可以，任何一种可能都可以。大家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永久中立也可以嘛。所以这个问题就解决。很多台湾的问题为什么不能解决？就是大家不用心思考。另外，我啊很多啊，我们赶快要推荐哦。刚才这个忘了哈，太多好吃了，大家也没这个仁爱自助餐哈，他这个我吃了一个，本来有两个鱼哈，被刚才赶快吃掉了哈。各位，仁爱自助餐在仁爱路哈168号，请大家一定要去啊！那个非常非常干净，非常卫生，人很好。还有这个贡肥饼啊，贡肥饼，各位，他电话在0522488919哈，0919640201啊。浇面万恶的贡肥，万恶的贡肥。如果你肚子很饿，一定要用这个贡肥饼哈来寄腰了哈。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哈，大家一定要去哈。这个大家看一下，我们秀一下哈，这个。已经被吃掉了哈，因为下一次选委会非常小气，都不给我们候选人便当哈，非常感恩。然后呢，我们的选举公报，大家看，选举公报，我们看到了财神总统，台湾第一美男子。我的政见只有八个字，叫做“爱人如己，天必佑之”啊，这是我领悟到人生最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你要把别人当作自己的爱护。因公告就这也好，都是我觉得都是。不如这个爱人如己，天必佑之。所以大家，我这个公报可以好好的看一下哈，这个美男子也可以欣赏一下嘛哈。然后我为什么会看这个爱人如己，就是我看到一本书啊，通行灵界的科学家，我上面有写到史威登堡这个人非常出色的科学家，我就看到这本书，我就看到极致的真理，然后我就改变了我所有的信念，我就一辈子啊要来为这个事情奋斗。那当然有就是我的偶像啊，海伦凯勒啊，他写了一本书，就是我的信仰，他13岁。14岁就受到史威登堡的影响，最后他为世界做了很多美好的事情啊，这都是我的偶像。所以这个以前海伦凯勒，我们念书都有提到一句话，这个善用你的双眼，宛如你明天将会失明。Take advantage of your eyes as if you were blind tomorrow。这个假设语气了哈，大概是这样子哈。
然后这个选举公报应该印成彩色啦，不要把我印成黑白哈，我们这个一定有选票的问题哈。这个同性恋都合法了，办这个通奸也除罪化，为什么选票还可以印成黑白，把我候选人的照片啊印得比这个出刷的人还不如啊？这就是选委会在摆烂嘛，几年了，我从2014、2016、2018，他就是故意在腐败的一个代表了哈。那我们最后。台湾一定强，台湾一定强，你敢来民族英雄黄总统。台湾一定强，台湾一定强，你敢财神总统孤军奋守东战场。四方都是豺狼，豺狼四方都是炮火，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我们的国旗在空位中飘荡。飘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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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荡荡荡荡荡哦，好，财神总统选总统，一定当选，已经当选，是我当选，投四号。财神总统选总统，一定当选，已经当选，是我当选，投四号。财神总统选总统，一定当选，已经当选，是我当选，投四号。灾情总统选总统。一定当选，已经当选，是我当选，投四号。输你吃，输你穿，输你欠钱拢免还，是我当选，是投四号。财神总统选总统，一定当选，已经当选，是我当选，投四号，投四号，投四号。输你吃，输你穿，输你欠钱拢免还，是我当选，四号。投四号，投四号，财神总统选总统，一定当选，已经当选，是我当选，投四号。输你吃，输你穿，输你欠钱拢免还，是我当选，投四号，四号。输你吃，输你穿，输你欠钱拢免还，是我当选，投四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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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四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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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嘉义市第十一届市长中型选举候选人电视公办政见发表会到这结束。再次提醒大家，会记得这届投票时间是12月18号礼拜日的早上8点到下晡4点。好，感谢大家，谢谢。其实我们吃过非常多的 XO 酱，但是这一款呢，的确不一样。它呢是这个澎湖福朋喜来登酒店的海皇 XO 干贝酱。这款干贝酱呢，里面真材实料，因为呢它用了很多，比方说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那么另外呢，在这个里面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肥美。那最主要呢，里面的食材呢其实还有添加这个石斑鱼，我们也知道这个石斑鱼呢富含胶原蛋白，丰富的蛋白质，那么呢可以美容养颜，重点是它很美味，再加一点点辣的这个滋味，真的是可以说后劲十足，所以我个人非常的推荐给大家。大家都像我这样的职业上班族，对不对？非常的忙碌啊，那真的没有什么时间可以自己来做菜。既然这么忙碌的话，一定要想办法用最简单的方式做出最美味的料理。那很简单，其实呢，在平常啊，大家看到我们这个前面常常吃这个最快速方便的料理，水饺。好，烫青菜也可以，你就直接把它淋上去拌上去。那另外呢，放加在汤里面呢，一点点这个 XO 酱呢可以提味，所以实在是非常的好用。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我真心推荐，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 的代码来上网代购，快点购，这个上面呢可以让大家赶快的订购，非常的方便。